哇，系。好啦，今日咧，星期四，亦都系呢一个 CMCO 嘅第二日。咁咧，首先就要非常之感谢，多谢我的安哥啊，我的安哥就 sponsor 咗30份嘅呢个肉骨茶，俾我哋呢一个蒲总区嘅一个 House of Joy 嘅呢一个儿童之家。咁呢个儿童之家咧，亦都系呢个非牟利机构嘅呢一个儿童之家，绝对系啊，绝对系即系吓非牟利啦。咁呢30份咧，一阵咧我就会送到去呢个 House of Joy 噶啦。希望所有嘅朋友，听日或者后日或者每一日，如果你哋想报效一啲肉骨茶俾唔同嘅儿童之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又或者 PM 我，又或者有我电话嘅朋友可以打个电话俾我。咁当然咧，如果唔知道我电话号码咧，你可以去到我 Facebook 嗰边咧，就留意一下我哋嗰个海报咧，就有我嘅电话号码同埋呢个银行号码嘅。想报效俾或者公公婆婆或者弟弟妹妹食肉骨茶 ，PM 我。而家我要出发送肉骨茶，多谢我的安哥 sponsor 30份嘅呢个肉骨茶，多谢我的安哥，好特别啊呢个名，拜拜，一阵见，拜拜。哎呀，哇大佬，今日我做多5份肉骨茶俾呢个蒲总嘅 House of John， 所以咧呢度应该有30kg。再次多谢阿我的安哥，多谢你报效30份，我再报效5份落去。如果我而家出发去 Half a Joy 儿童之家 ，OK。今日大熱天時，好啦，啲30多包嘅肉骨茶，唔係啊，哇哇哇哇，真係冇開玩笑，真係，哇 ，OK， 而家嗱聲送過去先。我忍唔住笑啊 ！OK， 而家終於送咗呢個肉骨茶喺呢個 House of Joy 啦。咁咧就派咗一個靚女代表，靚女代表啊 ！OK， 你有謝謝誰？謝謝安哥，抱歉我們30分的肉骨茶。啊，我的安哥，我的安哥，我的安哥还是我的安哥，我也不懂啊。OK， 谢谢你们啊，希望你们疫情过得健康啊。OK， 拜拜拜拜拜拜，哇，好笑啊呢、这个女仔。OK， 咁咧就多谢我的安哥。送出報效呢個30份嘅肉骨茶，咁今日咧我都煮開30多份嘅，所以咧就希望日後多啲人關注呢個 House of Joy， 咁我睇翻咧就係呢個 House of Joy 咧全部都係女童嚟嘅，所以就多啲關注，多啲關心 House of Joy， 需要你嘅關心，需要你嘅幫忙。好啦，咁依家呢一個時段咧，就想同呼籲所有嘅朋友。如果仲有啲朋友想關注或者想報效啲肉骨茶俾兒童之家以及老人院嚟講咧，可以 PM 我，幾多份都唔緊要，就算一份我都係會照做嘅。多謝曬你哋嘅關注，多謝曬你嘅關心，拜拜！希望大家疫情過得健健康康啊，勤洗手、戴口罩，拜拜！做一個負責任嘅市民，多謝。